你小心不要上网被人家骗了，上了头条版。你不下去睡了吗？哎，那我去睡了。我嘞。我就等你到六点哦。六点你没来，我就走了。啊？你干嘛一定要急着赶我走啊？怎么会这样子呢？陈可忠，阿美是我老姐的女儿，好不好？要不是芭比看到你的日记告诉我，我到现在还不晓得你发生这样的事。